亚洲发展奇迹的历程表明，成功的密码是合作共赢，而不是零和博弈。地区国家比邻而居，共同利益、共同责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。47亿多亚洲人民要过上幸福生活，离不开互帮互助、互利合作。众行才能致远，共赢才有未来。只有始终把发展摆在优先位置，坚持互惠互利，而不是你输我赢，开放合作，而不是脱钩断链，才能在更高水平合作中实现更高质量的